你的伤时不时发作，得尽快上山取一味药。 这就是红罗草，我们找到了。红罗草？嗯，这个草呢，可以压制你体内两股相克的力量，缓解你的痛苦。那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此乃我们仙草族世代培养仙草的地方。此草虽药力极强，可是……怎么？ 小心，他在吸你的血！啊！此草只有吸了人的血，才会发挥药性。我的血可以滋润的。可这样下去，你的血会被他吸干的。没事，我的血多。 为什么愿意救我？上古神农尝百草，只是为救人。何况呢，医者仁心。既然我遇到了你，我就不能不救，对不对？ 要是你记得我是谁，可能就不会救我了吧。如果我说我是玄冰族的人，你还会愿意救我吗？自然会救。 不管你是谁，哪怕折了我的性命，我都会去救。你随我回仙草族疗伤吧。其实，我是想说让你留在仙草，但我不想。 我是雪尊的女儿，我的心里只有我的父亲和我的族人。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只要你愿意，仙草族和我一样，都会欢迎你。 这就是我们仙草族生活的地方。花木，你回来了。阿云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这么长时间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我了。她是……哦，她是我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姑娘，她叫……妖女！这个妖女，赤柔，你怎么来了？
花木，我这两天一直在找你，原来你一直跟这个妖女在一起。发生了什么？你问我？你难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妖女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！别动，先不要动手，把话说清楚。花木，你让我太失望。让乡亲们先回去。大家都散了吧。这里是仙草宗，不是你们赤练，莫要胡来。花木，赤练灭族，你难辞其咎。花木，你怎么了？是古寒冰封印了你的记忆。花木，妖女，交出赤炼火，打赢我再说。花木，本尊已经用寒力封禁了你的记忆，今日之事你再难想起。为何不告诉我真相？我身为玄女，自然有自己的使命。你夺走赤炼火，连累整个仙草族蒙难，不可能饶过你。我早就料到我们俩会有这么一天。把赤炼火交出来。为了玄冰族，我不可能交给你。别逼我，交出来。那你杀了我吧，自然就能拿到了。既如此，你我日后恩情两绝。你是不是很后悔当初救了我？你若恨我，大可现在就对我动手。杀了你，如何取回赤炼火？我留你性命，只是为了救回燕尊，别无其他。你我氏族不同，自然不会对我手下留情的。你当真为了你的父亲，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不顾吗？天下分裂已久，唯有父亲可以平定战事，还氏族百姓以太平。做一个仁义亲民的君主，为了这个理想，我的命又算什么？燕尊呢？燕尊对你一往情深，
你却弃他于不顾，在你心里是否有真正在乎过一个人？有。在遇到你之前没有过。